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奇呢？这样一个在水上即时的东西，它有着怎样的用途，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。这是一款可以进行远程遥控的水上救援机器人，遥控范围达到1500米。有人落水时，机器人可以快速到达落水者身边搭救落水者。 基于定位、行驶路线测量、电子罗盘等技术，水上救援机器人还具备一键返航的功能，能够按照原路线自动返航。大家看到这个机器人呢，特别像一个 A 字形，它的这个推进器呢置于这个流线型的凹槽处。那么这样的设计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机器人使用高密度聚乙烯新材轻质材料。 机身螺旋桨采用流体力学设计，有利于增大机身浮力，减少阻力。高倍率动力锂电池带动电机促进双推进器高速运转，螺旋桨与阻力相互联动，推动机器人快速有力的前进。普通人游泳的速度是每秒1到2米，而水上救援机器人却可以达到每秒7米。 它能一次性拖拽500公斤的重物，同时搭载多位落水者，运载超重物资。在本机操纵的模式下，当有人向水上救援机器人靠近时，机器能够正常运转；而当它离开时，机器停止运转。 对靠近和远离这一动作进行监视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水上救援机器人下方这个长得像眼睛一样的装置。水上救援机器人的眼睛主要是监测落水者是否滑脱。如果落水者不慎地脱离了机器，人机之间的距离超过40厘米的时候呢，救援机器人将会自动地停止滑行，给予落水者足够的时间再次抓握住机器。 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应急抢险救援模式。那么，我们相信，随着更多智能化的设计，水上救援机器人将会实现更多的自主搜寻、自主作业等功能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普及和发展，能够给救援带来更多可能，挽救更多生命。